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只是好像比平常更早饿肚子了。您是平神耗费你太多精力了。抱歉，都是为了我。司空大哥，你别介意，我真的没事的，只要休息一下，吃多一点，一会儿就恢复了。 那咱们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。啊，肚子饿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好吃呢。依我看，对你而言，天下应该没有难吃的食物吧？这倒是。 司空大哥，阿奇，怎么连你们都这样？这么快就被凤大哥带坏了？这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是吧，司空兄弟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喂，算了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就不和你们计较了。对了。 关于剑木，我知道一个有趣的传说呢。听说伏羲是天人之子，他想圆剑木爬到天上见自己的父亲，于是他带自己做的琴来到都广之野的剑木底下。此时，有位美丽的女子来到这儿，她对伏羲说：“当他往上爬时，千万不能向下看。”伏羲把琴送给女子，说：“希望女子为他演奏一首离别曲。” 女子弹奏的曲调太哀伤，让已爬到剑木一半的伏羲因想起人间还有许多苦难，忍不住向下看。这一看，让他掉了下来，从此再也无法上天。不过，伏羲也领悟到，让他回到地上的其实是他对人间的爱。于是，他不再试着上天，他留在人间教人们各种技能。 使人们生活跃进了一大步。原来，伏羲大人还发生过这些事。木叶姐姐终于有反应了，不枉我辛苦说了一番故事。啊？我没事。 我们已离义和镇不远。 前方却都没看到什么通天巨木，看来剑木真的已经不在了。木月，这样你还要过去吗？就算剑木不在，或许还能找剑木化形之人帮忙。剑木化形之人？ 剑木很久才结一次果，只有一颗，经数千年修行，能化为人形。剑木化形之人拥有剑木精元，可随意操控剑木生长，并照料下一次结的果。若能找到剑木化形之人，他定能助我返乡。木月，你说的。 是真的吗？嗯，我是第一次听木叶姑娘说到这些事呢。不过，需要靠如此灵通之人相助才能回去的家乡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。是啊，木叶姐姐，你的家乡是什么模样呢？感觉好神秘。我不想说。木叶姑娘何必如此？ 能否说出来，让我开开眼界？凤大哥，木叶姐姐不想说就算了，你别逼问她嘛。凤大哥。
你说这剑母传说广为人知，那些煽动者又散布天门将开的谣言，许多人急于登天，会不会也到都广之野寻找剑母？我也渴望在此追查到煽动者的蛛丝马迹。好。我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要出发了吗？嘿嘿。此处乃八人领地，他们与商人交恶，一切小事皆要小心，尤其我们的王子妃。又来了，不跟你计较。咱们先去问问居民剑木或剑木化形之人相关的线索吧。喂，会找到的。Thank you.
果然已经不在了。也没听任何人提起关于剑木化形之人的事。墨月姑娘，此人的事你究竟从何得知？不过我这边倒是听说了一件事。听这里居民说道，附近有个碧林大泽，据说他们有些人的先祖是从那里迁来此处的。他们还说那里有座神祠，祭拜着一个叫祭神的神祇。虽然现今那里少有人居，但他们有时还会去神祠祈求风调雨顺，果物丰收。祭神，看来那个碧林大泽势必要去一趟了。怎么说？我们商人祭祀的神祇中有位祭神掌管谷物与丰收，不但在商国地位相当崇高，在其他部族中也同样受到敬拜。据说祭神的遗骨就是葬在都广之野，若碧林大泽中真有个祭神神祠，那么该处为都广之野的可能性就大增。毕竟上古时期的都广之野腹地广阔，没准碧林大泽也涵盖在其中。若我们能到那祭神神祠做些查探，或许能发现些什么也不一定。若是真的就太好了。祭神掌管所有土地上生长的东西，既然剑木也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，或许他那儿会有剑木的消息。那我们就出发去那个碧林大泽吧。阿巧，等等，这几日我们连夜兼程赶路，先别说大伙都累了，再来也不知道那碧林大泽的现状为何。不如先在此地留意，明日打探详细，准备安妥后再行出发。好，明白。有妖物，快逃啊！救命啊！白虎神救我！不要，不要吸走我的魂灵！此处也有妖物，莫非煽动者真聚集在都广之野？他们说吸取魂灵啊，莫非是与那妖灵类似的妖物？是那些人害死青梅的吗？我们快去打那些妖物，救救这里的居民呢。相同的印记，果然是他们一伙的。今天要你为我亲人偿命。
是这个印记。阿琼，他又被平神了，我好痛苦，我好痛苦，救我，求你赐供一。你是谁？翟虎，翟虎，翟虎。阿乔没事吧？没事。真的？嗯。这道魂灵与青梅的有相似之处，颇为虚弱，因此我能轻易将其送走，不致造成太大损伤。先带阿乔去逆旅吧。好。我找到什么了？这衣装，这脸蛋儿，你不就是彝人说的那个从天上掉下的女子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丫头，闪边去！我可不是在和你说话。你是？我？也是。你既然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不认识我也能理解，我乃此镇首领，名唤向景。那彝人曾同我说，捡到位天上掉下来的美人，形容的外貌与你十分相似。哼，那时他多骄傲。不过听说他被灭族了，那作为曾经的伙伴，我来接收他的遗物也很恰当吧。乖宝贝儿，你要自行走过来，还是我抓你走？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我不想上天，想留在人间享受。享受就需要被毙，懂吧？你要把我卖了？乖宝贝儿，不愧是天人，聪明，聪明。听说某些人为了什么登天忙活许久，把天人献给他们，一定能获得许多贝币。别想！想渡木叶姐姐，先过我这关。小兔崽子，挡我财路，可知道下场会如何？向姐，请别与这些人一般见识，他们是一群不长眼的粗人，自然不懂得尊敬。想拍我马屁，你还远得很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排队等着呢。您是此地首领，自然听惯了赞美，但在下只是说实话，总不能要在下说谎。哼，这倒是真的。向姐方才所说天人一事，在下前所未闻，此姑娘乃在下友人，相识已久，恐非什么天上掉落之人，莫不是认错了吧？若他真是天人，早已返回天际，岂还会留在此处？聪明如向姐儿，必然已想到这道理。嗯，这么一说，
那疑云宅虎也不是什么好货，难保他不会诓我。要是我带了个假货给他们，说不定还会背。况且我们并非弱小，方才将妖物驱除与义和镇有功，素闻相姐儿将此地治理得极好，人民拥戴，相信断不会向于人民有恩之人出手。若相姐儿需要备币，在下尚有一些，可供义和镇修补损伤之用。相姐儿一心为民，我们自当戮力相助，不知您是否愿意收？好，很好。多少？你们对义和镇的付出，我相姐敏感在心。如果这些都是误会，那我相姐就不和你们计较了。咱们走。什么不和我们计较？明明找茬的是他。还有，你干嘛给他备币？我们直接把他打倒不好吗？阿乔，你才刚被评审过，我不想你耗费精力。再者，相姐是此处首领，跟他闹翻并无好处，何况那一带备币根本没什么。哦，谢谢。方大哥，方才我们虽然击退了那个妖物，但似乎没有发现任何与煽动者相关的线索。司空兄弟别急，那些人既然露了头，势必藏不了多久。今晚大家就先歇息吧。他说的他们究竟是谁？青梅今日接纳妖物死时，为何都出现黑眼印记？难不成只是偶然？那黑眼印记的样貌又怎会与他的部族图腾如此相像？他应该会知道。他又怎可能告诉我？不知华胥现在怎样了？以往独自待在华胥，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华胥会如何。如今离开了华胥，才知要回去竟是如此不易。我来关心。为何告诉我？啊，我只是随口。阿七，住口！这片星空同时照耀着大地，无论天人、凡人、帝王、平民，在星空下都一样渺小，看到的也都是同样的星空。想到这儿就觉得这片星空真是公平。公平？嗯，你曾说天上星子是由人的魂灵所变。白日那个妖物，他说他是宅虎，他的魂灵现在也到天上去了。像宅虎那样的人，竟也可以像我那些死去的族人一样，在这片星空之中同享平和与美丽。你说这星空不是挺公平的？不过真不希望宅虎那样的恶人污染了这片星空。
在上头，继续为恶。星子本无语，这些应是人心所想吧。其实人的魂灵化作星子，那些前尘往事，无论好坏，都已与他不相干，只会留在活下的人心底而已。阿巧曾说，天上星子都是好人的魂灵所化，不如你也同他那么想着。没想到又被你安慰了。安慰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我知道，谢谢你的实话实说，沐月。不过若那妖物是宅虎所化，那么他应到不了这片星空。啊，怎么说？他的魂灵残缺，也许是被妖物吃掉部分，以致他的魂灵力量不足以上天，亦不足以附体，或许就永远飘荡于人世之间。总觉得这也太可悲了。可悲？我以为你想向宅虎复仇。我的确想，我想让他尝尝那些我族人受到的苦，但我从没想过他会永远飘荡于人世。宅虎是作恶多端，但魂灵无依，连先祖所在的地方都无法归去，这也是太过了。那些以人魂灵为食的妖物真是该死。当初我离开村子，虽是被逐了城界，但总想着总有天能回去和家人团聚，知道有个可以回归的地方，心也就踏实。就算村庄毁了，家人不在了，但那里还是大家一起生活过的地方，也是我的家。沐月，你想回那个无人的花墟，也是因为如此吧。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惩罚自己。有时上天赋予的使命，那不是英雄神话的开端，是惩罚。惩罚？沐月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惩罚是什么，但你刚刚说星子本无语，这上天不也跟星子同样无语？是人心所想吗？是吗？你到底经历过什么？数月前，师父夜观天象，见云气有异，纯白荧光自空中下坠。他把此异象对商国不利，更加紧寻找古籍中所记载的传说神迹。虽说结果只是空欢喜一场，但至少也获得请沐月姑娘协助解读古籍的机会。那时沐月姑娘只说天门不能开，而非天门不存在，还以为只要找到传闻中的天梯剑墓，应该还是能想办法找到天门。没想到追寻线索来到义和镇，眼前却一下子没了着落。那荧光异象
是那群煽动者造成的吧？哼，除了他们，还能有谁有这等门脉？是上国禁令，外患不断。要怎样才能够对抗他们操控天上灵气的能力？如果不能尽快找到登天之法，取得上天认可，照眼下情势发展，不知还能一直动乱多久。天，琉璃幻动的妖灵提及天人降世与登天门之事，而向姐更是直指那位姑娘是天人。难不成木叶姑娘的来历与这件事有关？凤大哥又在那一个人想事情了，看他这么出神的样子，应该是在想王子交托的任务吧。这人也真奇怪，看他这么关心国事为王子出力，应该是个好人，可是他又能面不改色扯谎，真让人弄不清能不能相信他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在意他？因为他是王子亲信，因为他负责王子交办的任务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在意。对，就只是这样而已，只是这样。阿乔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怎么看起来这么紧张？该不会做了什么坏事被我撞着了？坏事？我没有啊，我才没有偷看你。我怎么自己偷看我？想看说一声，我会光明正大的给我们王子妃看。如何，阿巧还满意所看到的凤大哥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你一个人不知道又在想什么坏心眼的事，才偷偷替王子盯紧你。哦，我又没说谎。啊，凤大哥可什么都没说。凤大哥，我问你，你跟着木叶姐姐来找杜广之野和剑木，应该不会只有下午说的那么简单吧？哦，为何这么问？我今天不是提到剑木又名天梯，是不是王子要你来找天梯登天？你笑什么笑？不对，看什么看？回答我呀。是回禀王子妃，没错，我此行确有任务。木叶姑娘所译的古籍内容对寻登天之法大有注意，为报恩，师父派我护送木叶姑娘返乡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如今日所说，寻找天梯剑木，追查煽动者，也是我此行最主要的目的。其三嘛，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。是什么？那便是代替王子大人看顾王子妃大人啊。你不说就算了，那如果剑木真的已不存在于世上的话，王子不是会很失望？会吧。凤大哥，你平时会和王子联系吗？怎么了？真要透过我递诉状吗？才不是，我是希望凤大哥替我转达王子，如果真的找不到天梯登不了天，也请不要失落，子晓会和王子站在一块儿，一起平定世间纷乱。阿乔，我问你个问题。嗯？王子对你而言究竟是什么？只是象征明君的星象就足以让你做这么多？据我所知，过去王子大人甚至对你不闻不问。虽说王子是阿父阿娘为我决定的对象，
这是为商国与子国交好所缔结的婚姻。身为子国贵族，为国结亲是我的责任。但想到和我结亲的对象会和那颗明星一样，终有一天，一身闪亮亮的站在我面前，牵起我的手，与我起誓一同守护真爱的子民们，这还不够吗？当然了，我还希望王子能敬爱我，对我好，不在意我食量大，还会轻轻在我耳边叫我阿乔。总之，明天去了碧林大泽，我会努力帮王子和木鱼姐姐找出剑木河南神猫化形之人。星子啊，仙祖啊，祈求你们祝福我们，不会再出差错。阿乔，王子就在你身边。什么？你们说，那日的琴师还会来吗？谁叫我琴音弹得比他出色，他不来也是正常。我也是好意提醒他琴音所欠缺的情，对自然的感谢之情，对上天的感叹之情，如果能从他的琴音中涌现，那将会是多美的曲调。他的琴艺如此出色，若是没了情感，岂不像枯木雕花，美则美矣，却止于功法。无礼之徒，今日要让你收回那些话。你来了。一切尽如属下所述。我知道了。大人，你可听到斥候禀报之事？哼，当然。想不到现在人间居然还有人能将华胥的能力用得如此纯熟，真有趣。西戎秘术好万用呢，让那少年化身妖物追击那群人，可不遂了那群人报仇的心愿？我真是好热心呢。热心？你只是爱看好戏罢了。爱看好戏错了吗？如果没有高潮迭起，恩怨情仇，人生多无趣呢。嗯，拜见大人。起来，你再去盯着那群人，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详细汇报，绝不可大意，特别是那名被评审的女子，她的事不分大小，
都要确切查明。是。每次看见你附在他身上说话，总让我感觉好别扭。即使知道这也是你虚荣秘术的手段之一，我怎样都习惯不来。不过我说你啊，是对平神感兴趣还是对那女子感兴趣？这两者可是不一样的。不过是确认一些事情，与我族复兴大业相关，此事你别从中捣乱了。切，古板。另外你毁了两颗机魂珠。是啊，我还因此替你们找到了那名女子，还看了两场恩怨情仇的好戏，真是太有趣了。哼，那是复生圣族所需的重要召集，不是随你摆弄的玩具，今后不可再任意使用机魂珠，更不能使它受损。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，虽然你拥有我们所需的力量，但你要颠覆世间的野心也只有我们一族有能力达成，不管是何人都别想阻止我族复生圣主再创大业之愿。你也一样。为大局计，还望大人谨记相柳大人所交代之事。反正我也找到好玩的东西了。那个碧灵大泽离此处有段距离，我们趁早出发才能早点抵达。嗯，木叶姐姐你别担心，要是你真的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就到紫国来吧，我替你建一个家，要大要小，要高要低，都随你。要把木叶姐姐推开，担心我吃了你的木叶姐姐吗？原来小猪奇竟也看明白了，不愧是只奇猪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该走了？闲聊，路上再说。